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奇怪的火锅康帝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哦，阿信，喂，马婷，台湾根本就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火锅王国。香港的火锅店有这么多吗？没有哎，台湾你走三步，火锅店的数量差不多快可以跟便利商店比了。然后晚上过了十点钟，你只能是串宵跟火锅。火锅呢，在台湾来说，应该是台湾人这辈子如果没有吃过火锅的话，你就不是台湾人了，应该是吧？是，没错，就是这么的夸张。那今天呢？我们准备了三款奇怪的火锅底料，也不能够说奇怪，就比较特别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来一起看看这三款吃起来是什么样子。首先是我手上的这一款，这一款呢上面有一只超级可爱的熊熊，熊熊很可爱。它是王品集团的一个叫做巨的火锅店，你去现场吃的时候，它是真的有这个只超级可爱的熊熊，真的在那边飘来飘去，所以跟店里面一模一样。这个的价位呢是380块，我觉得蛮贵的。因为它只有汤底而已，对哦，所以我们还要再加肉，还要再加那些东西。正常来说，你在外面汤底这可能是加个60块，加个80块，它就变成这个汤底。另外一个韩国部队锅，包装看起来就好像不太妙哎。它上面有写，在韩国部队锅是一种特殊的韩国料理，是朝鲜战争期间驻美留下来的文化产物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然后韩国、韩国、台湾，我们还有啊。泰国，嗨，萨瓦迪卡，泰式绿咖喱锅，泰式绿咖喱锅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一下，哪一个比较好吃？其实蛮，等下扶一下，马天，哎，哇，这什么？熊熊，它有熊熊，熊熊。然后我们的汤底啦，两包。哦，对，两包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部队，我们这个部队很大一袋耶，你看外面就公司很多，满满的。但结果它应该只是料。里面到底会有什么 ？Open！ 喂，哎呦，哦，这是一锅哎。水族馆里面看到的是鱼啊？什么叫水族馆啊？那个叫什么？哪个？水族馆吗？对，就是水族馆啊。对啊。哦，好，对不起。还是有一点点料，很像冰原时期被冻住。对对，美国队长。OK， 我们大家可以复活美国队长。直接打开，然后。不是，让你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你开啊。哦，它是已经融化那一种哎。好，怎么办？这个状况变得有点难以理解。对，我就看你为什么要开。嗨，我们先来这个吧。好，锅子，锅子，嗨，喂，哇，这颜色，哦，这颜色很不正确。嗨，哎，我们把我们的火锅煮到滚了。对，接着我们也备好我们的料了。首先，我们准备的配料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响铃卷哦，它的那个味道好香哦，好香超香，它的味道应该就是上面这个菜的味道。好，那我们先关火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先开火，要不要下？还没下料，神经病啊！哎，我刚才有听说肉盘没有吃过火锅，这不是台湾，谁要关火万煮啊？法式餐厅去太多了吧你？好，来，我们来下我们的肉。首先，让吃很多火锅的人下料。哎，我来下这个响铃卷，3秒哦，它有写哦，3秒，对，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这中间都还是硬的吧？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好了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它吸饱那汤汁哎，带有点辣辣的感觉，但没有闻起来那么重那个味道。我觉得响铃卷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吸超多汤汁，它根本就是一个汤汁吸取器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快的豆皮要煮才能吸，这个马上放上去，然后上来大概吃到里面大概有60%的汤汁，然后40%的响铃卷。这个猪肉要煮到全熟，哎，跟大家做个小小的科普啊，因为猪肉它有可能会有那个心丝虫。哦，你要是不煮到全熟的话，心丝虫它是会寄生在人的身体里面的，对，会变厉害吗？不会，它会爬到你的脑袋那死定了，吃你的脑袋，然后就变空了，像我一样。猪肉要煮熟，不然很危险。这样子，好，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来，很像那个，你去。泰式料理店的绿咖喱猪肉，一模一样。我觉得就可以就煮一会，
而且它的蒸发掉一点，比较浓一点会比较好。而且它的汤汁是完全吸在肉上面，很夸张哎。就是有时候你去火锅店，他们就有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汤底，有些是你猪肉丢进去上来，它吃起来就是猪肉。对啊，对对对对，比较常是这样。但是它就是有拿上来完全就不是了。对，甜甜辣辣的。你看，现在评个总体分数，噔噔噔噔噔，我给四分。我觉得它很特别。对，绿咖喱比较特别。下一个部队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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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，它感觉像是泡菜锅。对，部队锅应该要有泡面，面，但是它的料可以说比刚刚上一款完全没料多上太多了，像还有冻豆腐、冻豆腐、高丽菜啊、香菇、鱼板，对之类的东西。先来吃里面的料好了，不好？好，先来吃它的灵魂，就是它的冻豆腐。为什么变了灵魂？因为他没有面，因为没有泡面，这个部队没有办法打上哎。啊，对，最重要的午餐肉呢？完全没有啊，对啊。我们买到素的部队锅，等一下，那也要假的，那也要有素肉啊，真的。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来，为什么吃起来像没有臭的臭臭锅？不韩国，有点像你把泡菜煮一煮，差不多了。你不会想象到这是韩国的味道。来来，哎，笑三秒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来了，意大利面，这应该吸饱饱汤汁吧？会太热吗？原本上面那一款我们吃不到它的味道，吃到原味。对，我们这终于吃到原味，就很淡。这感觉就是那种我刚刚前面讲的，猪肉下去，猪肉上来。啊，这啊，对对对，就像便宜的火锅店随便的那些汤底，随便的汤头，不用加，不用加60块的那一种。好了，猪肉，猪肉，拜托不要得到心丝虫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太热，为什么你能吃那么热？果然是受过。火锅训练的男人，对，但是我是开火锅店的，对，评个分，等等，就还是一样，我也是一样的分数。来，这一次呢是空的锅子，所以我们要来拍出我们的小熊熊，我超可爱，哇，超可爱的啦，哒啦，接着我们来把汤加进去，然后我们来正式的谋杀这一只熊，来，洗脚。这是致命的澡，帮熊熊洗澡，各位来，再见了，熊熊。二一，好像那些修炼哦，他在。你说是地狱吗？不是，修炼什么？哦，修炼爱情的。庐山新龙八之类的。哦哦，融化了。他的后脑勺已经一个洞嘞。哦。哇，熊头。啊。这就不成熊形，这就300。哎，花一克试试看，到底那个冰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对对，快点啊！啊！300块真好玩，好可怕！给我吗？什么东西？牛奶冰。哦，甜的，甜的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巨型的调味料嘛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的汤已经非常非常的烫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下我们的腐皮卷了。真的吗？对，没错。你有那么急吗？来五秒哦，来三秒哦，3、2、1，Go！ 来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冰火腐皮卷。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像是原味。对。然后你刚才更原味，它的牛奶味道不突出，像麦当劳玉米浓汤，然后会外面加了一点，外面会有这种口感的感觉，就是厚厚、比较厚、厚厚的，对对对，被包住的感觉。那我们就下我们的猪肉，这也是一个没有料的，是哦，对啊，完全没料啊，所以300块就是买这个汤头，就买这个熊哎，跟你去店里面吃是一样吗？这家店它是那个，它是自由的夹到饱，对，所以他可以自己去夹你要的菜，要的什么东西，所以只有肉要用点的。对，好像差不多多了。看看煮了久一点，我们的熊也融化了。对，能不能够味道稍微重一些些？いただきます。OK。为什么不直接来啊？不热吗？好厉害哦！不会烫啊。味道稍微重一点的。不是那个肉放进去那个。
鲜甜的味道不太一样，跟刚才比较柴耶，有一点可能是牛奶，对牛奶的关系，因为牛奶加上肉好像是会产生一些要滑一点点的。综合评分，两分，我觉得普。今天第一个好强，绿咖喱。推荐大家整，但是在家里的话，你要整个房间也是会变得绿咖喱的味道。对，你要开个窗户之类的，绝对要。超厉害，超厉害！今天的火锅底料三种不一样的尝试给大家看完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它留下。到时候喜欢这种底料，我们这边还有什么系列？对，告诉我们，或者是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？你不敢买的，对，通通留在下面，我们买，我们吃给你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夹到他的尾巴。离开，收好，危险吗？